我是小伙，有点方的小伙。这个视频呢是一个染头发的视频，不知道你们染发是在店里面染还是自己染，反正我作为一个勤俭持家的贫穷的猪猪女孩儿，我一般都是买那么就那种染发剂囤在家，然后就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然后自己染一次。我今天要染的发色就这个颜色，就是花王的泡沫染发剂嘛，然后这个你们肯定都知道啦，这个这么火对不对，而且是真的非常好用的。它的颜色是闪亮金棕色，然后这个我是在伞哥家买的伞锅。对，这里表白乖乖。我们家奔奔可能要吃醋了。吃醋了吗？并没有，冷漠。这个闪亮金棕色呢，就是广大像我一样就是保守的这种劳动妇女劳动人民都可以去染这个颜色啦。我觉得因为它是非常自然的颜色，就是你再怎么染再怎么手残，它染出来的颜色也是非常自然的。然后我头发真的是特别油，就是三天没有洗了，就是因为染头发的那天呢其实是不要洗头发的，就是上面有一层油脂可以保护你的头皮嘛，就比较的安全。对，好吧，那就话不多说，就去染吧。Hello， 我现在在我们家的厕所，然后换了一件就是全黑的衣服，就是平时那种什么做家务啊，然后就比较耐脏的衣服啊。其实我也平常做家务，很懒。其实，在染的时候还是可以围一个大的那种毛巾在这儿，但是呢，我没有大的毛巾，就这样吧。在染之前，其实还建议就挤一点这些乳液或者是面霜、身体乳，就是随便什么乳液的都 OK。你要是担心脸上弄到染料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全部涂满脸，但是概率不大嘛，然后你就涂这个边边上就好了。哎呀，小猫咪呀，我们家猫在外面叫。为什么猫它就是你只要进来厕所它就会在那个门口叫呢？感觉好像我在吃什么好东西然后不给它吃一样。它我在厕所，我干嘛要讲这样的话，是吧是傻。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染吧。喵喵，它不是有两个叶吗？就把这个小的放到这个大的里面去。呀，是吧？打不开，我竟然打不开，这油打不开了。擦，这打不开耶！我打开了，倒进去。喵喵喵！妈妈在染头发啦，等一下要出去。就是它这儿标了，不要上下这样子摇，要这样就是倒一下，然后再倒过来。虽然我并不懂这个里面的原理是什么，但是照做就好了。我忍不住啊，喵喵在叫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跟着它一起叫。你们有这样的习惯吗？然后就把这个盖子放上去，就可以挤出泡泡来，挤泡泡。我的妈呀，我的崽啊，你叫了叫这么大声干嘛呀？你在呼唤你的老母亲吗？然而你的老母亲现在很忙懂吗？现在我是托尼老师，我在给自己染发，为了省钱，省下的钱还不是给你买猫粮。喵，哇哦，哇哦是什么？哇哦是什么？哇哦是狼耶，你在学狼叫吗？然后我现在就等待40到50分钟，然后再洗。喵喵喵，出来了，马上出来。哎呀，你要进来吗？小猫咪，你叫什么呀？你为什么要叫小猫咪？小猫咪，出去！哎呀，出去了，我们都出去好不好？你的老母亲要一起出去。刚刚这位在厕所门口大喊大叫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睡着了。刚刚摸了两下，然后就睡着了，就已经把他撸睡着了。所以下次还要来找八号技师哦，八号技师为您服务，可以把您撸睡着。你睡着了，我就可以吸你了。爽。早安，喵午安，喵晚安。
我现在就是已经等了50分钟了，到现在要出洗了，噔，染好了。刚洗完这个头发呢，就是还挺顺滑的，然后感觉上发质并没有受到什么特别大的损伤。闪光金棕，闪光吗？金棕吗？就在这个浴霸上面看的话，颜色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更亮了一些，然后更棕了一些，不知道在自然光线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Hello， 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然后不要被我的素颜吓到。然后呢，是我是在窗边嘛，然后就是自然光线下，现在呢完全就是一个棕色，就非常自然的那种棕色。好的，那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就是一个分享我染头发的一个视频。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参考意义吧，就反正就是我在这儿瞎瞎染。然后不过这个还确实挺方便的，花王泡沫染发剂，就在家的时候特别方便，然后你也不用担心染残啊什么的，颜色挺自然的。就是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话，就大胆去染吧。好吧，那这个视频就这样了。我是有点方的小伙，好吧，那如果你不讨厌我的话，就麻烦就是评论一下，或者是点一下关注啊。也是很不要脸的求关注了。好吧。